喂，做咩你？吓、啊，我见你平时得罪咁多人，谂住洗下你，洗下你啲罪喎、啊。吓、啊，咁样洗得好咩？朗口好过啦。我见神父都系咁洗嘅。水唔系咁用噶，喺天主教嘅角度嚟讲，水系有另外一种意义。你搞到我头湿晒，不如等慈青嘅朋友同你讲啦。日常生活之中，水系生命之泉，冇水人就会死亡。另外，水亦都可以有除污嘅作用。喺创世纪之中，水象征生命同埋孕育生命嘅泉源。天主用洪水嚟清洗犯罪嘅人。水亦都象征超越困难，尤其系越过红海。以色列民摆脱埃及嘅奴隶生活，获得解放。时至今日，天主教会嘅圣洗圣事仍然都系以水作为圣事嘅标记，象征领洗者同埋基督嘅结合，洗去罪污，一同战胜死亡，获享永远嘅生命。